院长好，院长好，院长好。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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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好，院长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与会的来宾，包括立法院黄国书黄委员，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啊！我们台中县廖前县长永来兄啊，永来兄啊，谢谢谢谢。另外还有我一届的前辈高大成高医师啊。还有我最亲爱的，来各位普通乡亲，大家公安，大家好，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拨空出席今天的签书会。
刚刚思瑜有特别提到，这本书啊，已经在短短的20天里面卖出了4万本，这个都是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但是还不够，好，还不够。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看这本书，能够了解过去我担任台南市市长的时候是如何推动市政，台南市在我执政之下是如何的改变，得到市民的肯定跟支持。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本书能够了解我现任行政院院长短短的500天之内我推动了哪一些政策，对经济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如果看过这本书的话，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希望我在竞选的时候除了能够秉持君子之身打一场典范级的初选，也希望我能够多多讲我的理念。这一点呢，我一直都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如果大家看一下书的话，也可以了解啊，也可以了解我对台湾未来要走向哪一个方向，其实这本书里面约略都可以看得出来。从我担任台南市市长我的主张，或当行政院院长我的主张，大家都可以来看这本书了解我，也可以用这本书来检验我。当然我也希望大家看到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支持我，好不好？好，好。我希望用行动带来希望，我弃医从政一直都是这样的理念。我也曾经公开讲过，我非常尊敬陈定南先生，我也自诩青出于蓝，赖清德的青，陈定南的蓝，青出于蓝，我们都是青年勤政爱乡土。我们都是用行动带来希望，带给宜兰，带给台南，共同为台湾带来希望。当然这份希望也要得到大家的支持，更容易在台湾落实付之实现。当然今天我来到台中，我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刚刚我走进来的时候有那位大嫂大姐哈，大家都跟我说我并不孤单，让我想起了我有一句座右铭，我从小的座右铭就是德不孤必有邻啊，赖清德的德，德不孤必有邻。刚刚看着大姐大嫂哈，跟我说我并不孤单，谢谢你的鼓励啊，我会更有力量来继续走下去。这么多人支持你，当初我决定参加党内初选的时候就预期会碰到许多困难，这个困难可能是党内也有可能是大选的时候会碰到，但是我都是假扣动作假扣主细汉都是这款情形，我也把每一个波折每一个困难当作是淬炼，每一次的淬炼都会增加我的毅力，未来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好，讲得好。所以我也感谢蔡明宪部长之前对台湾的贡献，但是我要利用这一次来到台中，跟台中的父老乡亲也全国的民众报告，我们不要退党，不要退党，这个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个党之所以有办法建立是辛辛苦苦才建立起来的，我们要爱护它，
我们要在党的团结之下，让力量更加茁壮。我相信，只要我们往正确的方向走，只要我们对台湾的心不改变，我们一定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大选的时候，我们团结会更有力，你说对不对？对。Yes. Very good. 最近台中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我跟大家报告之前，有另外一个贵宾何新淳何委员到场，我们给他热烈掌声。何委员，你好。这件事情呢，就是中国主张武统的礼仪来到台湾，在台中市呢也将举办一场统一的大游行。当然大家都已经知道结果，我支持政府采取严正的措施，把礼仪驱逐出境。但是呢我们也看得出来，以目前的国安法或者是集会游行法，已经不足以保障台湾的安全，已经不够防止中国或明或暗的渗透。所以如果我能够得到国人的支持当选总统的话，第一个事情，我一定是强化国安团队的功能，一定要有作战意识。中国习近平已经公开讲了，台湾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国两制。国民党所说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也不是事实，因为习近平也公开讲了，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如果中国没有放弃武力攻打台湾，那台湾的国安单位就应该要有作战意识，我们一定要强化国安单位的功能，好不好？好，一定要的。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专责的国土安全的单位，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去解决中国或明或暗、或大或小、或公开或私底下的渗透。有一个专责单位，否则这一二十年来，他利用宗教、利用基层的里长、利用各种管道，然后呢，让我们的人没有危机意识到中国之后，接受了统一的概念、错误的讯息，这对台湾的未来的和谐、未来的安全是一大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国安的国土安全的专责单位。第三个呢，我主张我们应该要修法或是另立新法，好比像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者是反并吞法，或者是国土安全法。我们要有一部法律补目前国安法跟集会游行法的不足，我们在国安单位强化它的功能，也有专责的单位，再加上法律三合一，让我们国人更有危机意识，大家团结守护台湾，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我们才有办法恪尽全功。大家赞成吗？是，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法律还没有修订或者是订立新法之前，我也勉励我们政府的单位，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在审查集会游行的时候，不要只是表面虚应的审查啊，过去的例行性的做法是不足够的啊，不足够的。我们一定要了解目前台湾处境之艰难，中国并吞台湾是他真正的目的，中国要的不是和平的现状，不是的，
中国要的是并吞台湾，我希望我们国人大家都能够清楚了解。最后我再一次感谢大家，也恳请大家继续支持啊，让我们的理想啊，台湾自主、人民幸福的目标可以来达成，好不好？好，谢谢。好。我想各位媒体针对赖院长刚才提问回答差不多了吗？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来，请说。好，你下一位。来，请说。院长，您刚有提到说你的口号现在是叫做这个台湾安全人民幸福嘛？那这个是不是跟台湾自主人民安全嘛？对不对？对，台湾自主人民幸福。我今天我跟大家报告了一个未来台湾应该有的目标啊，并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所提出来的口号，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奋斗的目标。啊，听不到，拿麦克风。好，我在台南市市长任内或是行政院院长任内公开表达对同党现任总统的支持，这个本来就应该的呀。但这一些都发生在11月24号九合一选举大选之前。九合一选举民进党遭逢重大的挫败，执政的县市由13席降为6席，我们得票率才只剩下39.2%，比2000年陈水扁总统沙卡都所得到的39.3%还要少。2008年，民进党也遭逢一次的挫败，当时区域的立委只剩下13席，可是那时候的得票率还有41%呢。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担心习近平的统一策略已经启动，再加上台湾只有一国两制、香港、澳门一条路可以走。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国民党竞相提出和平协议，和平协议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和平协议如果有效的话，今天的西藏不会这么惨。所以我们不要担任第二个香港，也不要成为第二个西藏，所以我才决定出来参选。我认为我对台湾有另外一份责任，这个是我出来参选的原因。当然很多党内的同志也担心这一场初选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啊，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力行君子之争。我希望党内党公职不必表态，派系休兵，组织不用动员，大家就超越个人派系，完完全全为了台湾。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也率先跟社会报告，如果总统赢了大选，我一定全力支持参选总统。当然我也期待为了选后的团结，总统也能够宣布如果我赢得初选，他也能够全力支持我。好。另外面呢，除了候选人应该要君子之争，不要互相攻击以外，我也多次公开请支持我的人就宣传我的理念，表达对我的支持，我们不必做党内的攻击。所以我今天我可以再次呼吁，当然我也希望蔡总统也能够呼吁他的支持者做同样的事情。好，回答你的问题，比较长一点。好，另外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张耀万监委员也到场，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哈，谢谢啊，谢谢。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签书哈，谢谢。好。